你去厕所有冇赶唔切而赖屎赖尿？有冇急住去厕所？日头成日去厕所，或者夜晚起身多过一次去厕所？以上情况叫做失禁。好多人都经历过失禁的问题，不过好消息是你可以处理这些问题。失禁是指尿液或粪便意外从膀胱或肠道排出。每四个身处澳洲的大人就有一个面对失禁问题，即是多过500万人，无论年龄、性别或文化背景是什么，都会有机会面对失禁问题。不过好消息是你可以处理这些问题。失禁可能因为健康问题引起，例如前列腺疾病、哮喘、糖尿病、认知障碍，或生活大事，例如怀孕、分娩和更年期等。去见专业的医护人员，接受治疗和改善症状管理，等自己可以继续外出享受生活中的不同活动。即刻致电1800330066，联络澳洲失禁热线，索取有关当地政府服务提供的免费意见及资料，等自己可以享受更优质的生活。